大家好，我是 Heidi。 最近看片有没有发现我块面又圆回了，现在整个煲这样了。经过了12月毫无节制地吃东西，然后又有很多借口，例如忙啦、懒啦，成日都约了人出街啦，结果呢就抌低了运动一排。我就明显是 feel 到自己没那么结实的，之前都不是 firm 的啦，但是现在呢再松泡泡回了。所以呢有见及此，就想着做一个之前想做很久的实测。记不记得我介绍过一个局部4分钟的运动，以前呢就是每日我会做20至30分钟运动啦，然后再做这个4分钟加成的。咁但是因为抌低了运动一排呢，要 pick up 翻到有啲难度啊，我就諗住不如呢就睇下呢4分钟佢个封面呢係话2个礼拜有明显嘅改善㗎嘛，究竟会唔会做得到呢？咁所以呢我就觉得不如俾大家同我一起见证一下，究竟淨係做4分钟係有用啊定係冇用嘅。如果你都有兴趣嘅话呢，我哋就即刻开始呢14日嘅挑战啦。今日是2星期 challenge 的 day one， 日子呢就是1月9号啊，看不看到呢？我们今次主攻呢就是手臂和肚腩的。现在第一个步骤呢就是很残忍，度了个尺寸先。因为尤其是手臂呢，你不会知道自己有没有真的瘦了很多，都真的要度一度的。我现在真的很严峻啊，可以见到吗？我个肚仲劲过初期嘅孕妇咯，而家咁样咧系可以影嗰啲大肚照啊！28.5，好癫啊！80cm 即系几多寸啊？哇，31寸，好紧张啊！究竟2个礼拜系咪真系好似 YouTube 呢啲图咁样咧，有 before and after 咧？我哋而家就开始做运动啦 ，day one， 这个运动影片呢就是包括了8组运动，每组30秒无间断无休息，做完了就刚刚好4分钟的了。你看我的样子挺辛苦啊。好了，我已经做完第一个手部运动的4分钟了，其实呢真的很酸的，你会 feel 到现在这个位置是爆炸的咯。现在呢就到肚腩的4分钟了，轮到下腹了。其实呢它是有分腹肌啦、下腹啦，也都有很多款不同的运动的。但是这14日呢我都会主要只是做一个，想知道呢是不是可以做到封面图的效果。我想给大家看看呢，其实不要以为8分钟我已经是飙晒汗，见面都立立令了。啊，哇，肚腩这个比起手臂是辛苦很多，我唞不上条气。不要睇小这4分钟啦，它不是多，不会浪费你一日很多时间，但是这个 effort 呢，我觉得就算做不到它的 before and after 呢，都一定不会白费的。今天是 day two， 昨日第一日做完8分钟的运动之后，晏昼啊夜晚都没什么的，但是今早一瞓醒呢，手臂啦、肚呢都是劲冤痛啊，感觉上好像有些作为这样。所以呢不讲这么多，我们继续啦。一直都好想影俾大家睇噶，究竟系我做运动啦，定系呢只狗做运动咧？佢真系完全冇停过噶。又系佢啦，又系佢啦！唔好以为净系得只狗啊，连只猫咧都过嚟做埋运动一份噶，佢哋就轻松啦。你睇下我，搞唔掂啊！昨天有件事很想分享给大家，做完运动呢，肚的酸痛呢，是打哈欠的时候肚很痛很冤啊。那不知道会不会持续14日都是这样，接下来再跟大家 update， 我们听日见。其实呢影住我做运动的画面就很闷的，但是呢可以见到 Chopper 和小吉的时候呢，我都忍不住剪埋下来啊，给大家看看他们平时的日常嘛。第四日，今日个样咧系好肿啊，因为琴晚煲剧煲到好夜咧，咁所以咧成个人系力有不计啦，跟住个精神又唔系太好咧，咁但系我都继续坚持做落去嘅，系啦，今晚要早啲瞓先得啦。
好啦，咁我已经做咗七日连续嘅四分钟运动啦，而家去到旅程嘅一半，不如同大家讲下感想啦。都几辛苦嘅，因为咧，尤其系个肚腩运动嘅时候咧，最尾个三个动作咧，其实去到而家我都系跟唔到佢嘅节奏嘅。我谂大概系做少咗一半左右啦，真系好辛苦。但系手臂嘅运动咧，其实而家已经系上咗轨道噶啦，我系可以跟到佢嘅节奏啦去做啦。你问我咧就咁睇唔系太大分别嘅，侧边咧俾大家望下先，一样啦，都系你垂低嘅时候，我都觉得系好粗咗。我毕竟琴晚咧都系食咗粥底火锅，劲丰富劲饱嘅，咁所以咧我对而家个肚腩咧系冇太大嘅期望噶，我俾大家望下先。都仲系好似大一肚咁样，希望14日之后，即系7日之后咧，我可以再有多少少进步俾到大家睇啦。咁失败都唔紧要嘅，咁始终自己有努力过啊嘛。同埋呢个系健康嚟嘅，有喐好过冇喐。你睇下，当初爬唔系玩紧波嘅时候咧，佢就会咁样喺度搲只脚噶啦，惊烦啦。因为咁啱夹杂住生理期啦，同埋我俾 Chopper 整亲啦，所以咧就停咗2至3日嘅，系啦，有啲样衰啊，我哋听日继续啦。今日咧就系1月23日啊，足足两个礼拜啦。咁中间咧我就因为生理期停咗2至3日，但系我会补翻嘅。不过咧我就觉得嗰几日就应该唔会太影响结果啊。咁就不如今日咧趁呢度空旷啲，我哋度咗个最后 result 先。手臂咧而家系26cm。肚腩方面呢，其实我觉得同之前唔係话争太远㗎咋，可能呢係有平少少。咁你旁边大家睇下啦，佢有冇同之前一样似大肚婆呢？真係唔係讲笑喎，减咗2寸咁多喎。咁而家咧就唔好成条片都睇我數眼啦，我哋化个妆同大家做个 conclusion 啦。我呢14日嘅挑战终于顺利完成咗啦！不论个结果咧，我都好想俾少少嘅掌声自己啦。有呢一份嘅坚持咧，我就觉得好够噶啦。而家咧就同大家讲下究竟14日后我有啲乜嘢嘅感受啦。讲真嘅，一开始咧我都唔会话奢望自己由大肚腩可以变咗做平啦，或者系六嚿腹肌噶啦。咁加上我嘅飲食啦，都放肆嘅，呢两个礼拜打咗3次边炉，烧咗1次肉啦。我特登刻意系唔去话再食少啲或者再清淡啲。而家呢一个嘅结果咧，我觉得大家系可以参考一下啦。又唔系话非常非常之成功嘅一件事，我都仲系一个都几有肉地嘅人啦。但系咧，系咯，继续去运动，我哋运动就会新陈代谢好啦，然后抵抗力又会好啲啦，身体又会好啲啦，一定系有得益嘅事嚟嘅。慢慢由少少嘅时间开始咧，我相信个身体一定会越嚟越好嘅。系啦，咁呢一个嘅每日4分钟两组，即系8分钟嘅挑战咧，就真系嚟到呢度先啦。希望大家中意睇呢一类型嘅实测片啦。系咯，我个结果交翻俾大家自己去判断啦。系啦，如果中意条片嘅，我记得俾个 like 个 subscribe 个 channel 啊。每个礼拜都系捞两条新片噶，逢星期六、日、三同埋星期日嘅就10点。我哋下条片再见啦。系啊，仲有做运动可以饮多啲水添噶，系啊，非常之好噶。拜拜，起身啦！仲有14秒咋，嚟多两下，唔准掂我哋上去，喂呀，你头先唔系好轻松嘅咩？已经做完啦，系啊，点啊 ？OK 。